你不接科，我不合作。九万人游行，十二万人联署，四万人集会。开学日，大家无畏无惧，八千人聚集正总，誓要国民教育切科。撤销国民教育科，撤销国民教育科。不论是天桥，定是马路，都逼爆反洗脑的林心人。从我的角度来讲，我不能做什么，我只能够努力看看，就是我能够通过我自己，比如说只是来这边看一下，或者看想一想，我能做什么。其实大家一早预备定张空凳俾 CY 噶啦。梁振英，落嚟听，落嚟听。当然佢归属啦。我想首先，大家可唔可以用最大声嘅掌声俾嗰十几名嘅绝食者，令到梁振英喺上面都睇到。又系要个女人出嚟帮佢顶顶先。宅线固执喺边度反映出嚟咧？就系我刚才讲咗。其實去教育我哋嘅下一代有正面嘅價值觀，去增加佢哋對於作為一個負責任嘅個人，一個社會裏面嘅一份子。歐錦棠叫佢慳啲嘅黑劍開聲講嘢啦，唔係想講話仲有六百幾萬人支持洗腦啊？如果覺得係有問題嘅咧，唔好客氣。大家真係指出嚟，我哋嗰個委員會咧係好樂意咁樣咧，大家咧一齊去探討。大聯盟宣布會無限期佔領政總，仲會展開不合作運動，計劃罷課，家長同學生唔參加洗腦團，教師唔參加國教培訓班。流通宵，流通宵，流通宵，流通宵。而喺呢個時候，何志軍同黃瑞雄都捱唔住，要離開絕食團隊啦。但是他们不会放弃，一定坚持到最后一刻，誓要洗脑跪低。